胖胖虎，贝贝灯，明天就是世界变装 party 了，你们有准备好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吗？哦，要穿世界各地的衣服哦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有哪些。印象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穿搭风格啊，像是之前有在电视上看到穿着紧身高腰裤，然后有着华丽刺绣外套，这个国家的衣服是……我想不起来了。是西班牙的斗牛服，没错。哦啦！哇，胖胖虎真的很厉害耶！怎么可以一下子就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衣服啊？嘿嘿，当然是因为我有秘密法宝呀！你们想知道世界各国都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吗？想，当然想。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。世界各地的人都穿什么衣服呢？啦啦啦，彩色的；啦啦啦，酷酷的；啦啦啦，暖暖的。大家都穿什么呀？彩色的帽子，彩虹的斗篷，结实的皮靴，墨西哥街头音乐家。斗笠帽，丝质长裙，轻便的鞋子。越南大大的太阳也晒不到我们。啦啦啦，彩色的；啦啦啦，酷酷的；啦啦啦，暖暖的。大家都穿什么呀？包裹着头巾，宽松的长袍，厚实的鞋子。摩洛哥沙尘暴也不怕。是毛毛茸茸，帅气皮夹克，温暖鞋底靴。阿拉斯加。色的衣服，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都好喜欢啊！温暖舒适的衣服，轻便这样的衣服，世界各地的衣服，看我酷不酷？啦啦啦，世界各地的衣服。小朋友，你们好啊！胖胖虎你好！哇，今天的小朋友都非常有精神呢、哦。今天我们要跟着胖胖虎一起玩游戏，但是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寻宝。请问你们喜欢寻宝吗？喜欢。不知道胖胖虎把宝物都藏到哪里嘞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都要把12个宝物通通都找到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出发！胖胖虎，来找找看宝物。上面是有哪些图案呢？还有看到羊妹妹、羊妹妹、羊妹妹、羊妹妹。待会我们就要把12个拼图全部都拼成功哦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。那就跟着碰碰虎一起进入游戏时间，让我们一起帮助可多萌喵搭配出相应的正确穿搭，一起去参加明天的世界变装 party 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碰碰虎一起来挑战我们的拼图游戏喽，身体喽，好不好？现在请安安，请去拿身体。你想要把这个身体放在哪里呢？对，哇，很厉害耶！好，那现在请小红拿一个身体。哎，想想看要拼哪里呢？
对，互相帮忙。一整套帅气的皮夹克，加上毛茸茸的皮帽，还有温暖的雪地靴，看起来好保暖呀。像是在美国的阿拉斯加，或是去南极找可爱的企鹅，都要这样穿暖暖的哦。这个，黄黄先，哪里？哇！彩色的宽边大帽，还有缤纷的彩虹斗篷，这就是墨西哥的衣服。没错，而且衣服上有鲜艳美丽的刺绣，是希望可以赶走坏东西，保佑大家平安哦。你们觉得那个哪个？哇，有大人！哇！包裹着头巾，再加上宽松长袍。是摩洛哥服饰。摩洛哥的天气干燥炎热，适合穿着宽松的衣服，把头包着，还可以阻挡风沙。那最后一个，我就要请小女生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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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！斗笠帽加上丝质长裙，这是越南的衣服。斗笠是越南的一种草帽，轻巧实用，可以遮阳挡雨，是农夫的绝佳配备哦。你们有全部拼图都答对吗？有！掌声鼓励！小朋友，请问你们今天玩得开不开心？开心！哇，太棒了！今天认识了不同国家的衣服，代表我们可以自己去挑选喜欢的衣服，去参加世界变装 party 喽！也恭喜小朋友今天获得了一枚服装徽章。那么今天的跑跑虎看世界，穿！什么呀？彩色的帽子，彩虹的斗篷，结实的皮靴，墨西哥街头音乐家。斗笠帽，丝质长裙，轻便的鞋子。越南，大大的太阳也晒不到我们。啦啦啦，彩色的，啦啦啦，酷酷的，啦啦啦，暖暖的。大家都穿什么呀？裹着头巾，宽松的长袍，厚实的鞋子，摩洛哥沙尘暴也不怕。皮毛毛茸茸，帅气皮夹克，温暖雪地靴，阿拉斯加太温暖了。世界各地的衣服，五颜六色的衣服，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都好喜欢啊。温暖舒适的衣服，轻便这样的衣服，世界各地的衣服，看我酷不酷？啦啦啦，世界各地的衣服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
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美味的蛋糕完成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要开动了。集合！集合！孩子游心快乐游心，鲨鱼家族来啦！孩子游心快乐游心，快快加入鲨鱼一家！看，朋友们都在那里呢！快加入我们的演出吧！游啊游啊游啊游游，转呀转呀转呀转转，吹呀吹呀吹呀泡泡，快乐的海底游行。海底游行快乐游行，鲨鱼一家来啦！海底游行快乐游行，快快加入鲨鱼一家！那里有好多会发光的朋友们，快加入我们的演出吧！跳呀跳呀跳呀跳舞，点呀点呀点呀放电，亮啊亮啊亮啊发亮，快乐的海底游行。草莓姐姐，我跟碰碰虎吵架了。吵架？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因为我跟他借东西的时候，没有跟他说一声，就直接拿来用了。哦，原来是跟礼貌有关系啊。悠悠妹，你要记得哦，当你跟朋友借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得到对方的同意，才可以使用别人的东西哦。我知道了，那草莓姐姐可以陪我去找碰碰狐，跟他说对不起吗？嗯，当然没问题呀，我们走吧。碰碰狐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拿你的东西来用，可以请你原谅我吗？ OK， 我原谅你。那下次要借东西前记得先跟我说哦，我才不会找不到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还可以当好朋友吗？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啊。太棒了，小朋友要记得跟悠悠妹和碰碰虎一样，学习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宝宝哦。马奇马奇，我是你的马奇，马奇马奇，你是我的马奇，马奇马奇，要真诚的心，有不一样的甜蜜。像圆圆的马奇贴在一起，像雨点感动难以忘记，快乐的 baby 永远最爱你。唱歌。
狼来了。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孩子，每天都去山上放羊。哎呀，真没意思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？他一下子想出了一个寻开心的主意，朝山下边跑边喊：狼来了，狼来了！哪里，哪里有狼？村里的人听到喊声，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跑了出来。赶快看看狼在哪里。狼真的来了吗？哪里，哪里？看到农夫们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放羊的孩子哈哈大笑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们上当啦！这孩子真坏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？农夫们生气地走了。哼，我们快回去吧。这孩子真坏。放羊的孩子觉得很有意思，于是几天后又故技重施。嘻嘻嘻，呜，啊呜，狼来了，好大的狼！善良的农夫们又冲上来帮他打狼。哈哈，你们又上当啦！你这个坏孩子，看以后谁还听你的话。大伙儿对放羊的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说谎感到十分生气。哎呦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大家都回家。过了几天，狼真的来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狼来了，狼真的来了。这小家伙，你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？农夫们听到他的喊声，以为他又在说谎，大家都不理睬他，没有人去帮他。结果放羊孩子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。我可怜的羊。我们出游去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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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洋微笑啦啦啦啦，出游去啦啦啦啦，防晒乳抹好，帽子戴上，拉紧妈妈的手，出发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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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的出游去，海洋微笑啦啦啦啦，出游去啦啦啦啦。拉紧爸爸的手，出发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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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，开心的出游去！柳丁哥哥，我们可以去你家找猫咪玩吗？当然可以呀，不过你们怎么会突然想要找我的猫玩呢？因为我们也好想养宠物，可以每天陪它玩。一定很开心，有宠物陪伴的确是很开心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们几个问题，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哦。好，请问你们会愿意每天带它出门散步、上厕所吗？可以。那如果在家里面，它们可能会随地大小便，你们会愿意帮忙清理吗？我可以。那如果它不小心咬坏了你们心爱的玩具，你们会生气吗？我不会生气的，我也不会。哇，不错哦，看来啊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最后一件事情，你们愿意保证永远陪伴他，永远不会遗弃他吗？当然愿意。哇，雅尼、碰碰狐，你们真的很棒哎，已经可以当宠物的小家人了。其实养宠物并不难，只要准备好两样东西，就不会有问题咯。两样？哪两样啊？就是爱心跟耐心啊。除了自己的宠物之外，也别忘了要爱护其他的小动物哦。和动物做朋友。就在最安静无声的时刻。
用 Pink 房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喽！